嗨，大家晚安，我是无界。那今天呢，服务处在施工了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还在讲话。早安。哼哼，早安。送我什么呢？晒衣杆，很适合这座岛吗？哈。好，那我就把它放在你家旁边吧。哦，那服务处呢？现在在改建，我们来偷看一下、哦。它是跟博物馆一样啊？欸、真的，那跟博物馆在盖的时候一样，油漆桶啊，然后这个混凝土包啊，木材啊。你们两个在干嘛？哎呀，真的要变粉红岛了，这个岛。哎，娟儿。哎呀，对啊。哦吼，豆豆丽丽，哦，哦，叫的这么亲密啊、哦！哈哈。稳定的客源。你确定这座岛可以带给你很大的生意吗？哦，我们多买几件吧。我记得我们要买很多次，它才会上岛开店嘛。好像很多可以买哎。这个季节就是要戴个圣诞帽啊。噔噔，这样子有没有季节感就出来了？有没有？嗯，哎，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准备过圣诞节啦。那今天呢，也要记得帮我们的南瓜浇浇水。我想今天应该没什么事做吧，因为服务处还在改建呢。那应该新的主线呢，就没有其他的任务要做，所以我们可以趁这一天来好好的整理一下岛上，晒衣杆，小桃家前面的晒衣杆，嗯，看起来就像是人会住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再来，我们来一一拜访居民，跟他们打个招呼吧。七七的房间这里有书堆，哎，虽然说是样品屋呢，但还是会有些地方不太一样。像我的本岛的时候啊，住这个样品屋的是贾罗琳哦，我就记得贾罗琳他这边，他在我岛上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书堆哦，但配色也是一样的。那时候我还以为贾罗琳的颜色跟这个橘黄色很搭，是故意的。结果七七住进来也是这个橘黄色的。哼。哦，真的吗？嗯哼。听音乐吗？喜欢听哪种类型的音乐呢？流行乐、摇滚乐、古典乐，其他好了。好，对哦，没错。嗯，对啊。嗯，一定要听哦，特别是黄飞最近出的新专辑哦。我来看看，阿一该不会又在敲敲打打吧？哎、欸，工作狂阿姨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哎、欸，你看起来很忙哦。哈哈，好啊、哦，教教我。太好了。这岛上的阿姨是工作狂哦。从我开始播这个系列以来呢，阿姨就是一直在房子里面敲。
嗨，人呢吼？普普通通吧。哦，真的吗？我平常穿得很时尚吗？哈，你是说火鸟送给我的那一件吗？哎，阿盼，哎呦，阿盼好可爱哦。肚子饿了，哦，我也可以送阿盼礼物来。还是呢，我来买这些衣服送给他们呢？阿姨应该也很适合穿这个圣诞毛衣吧？阿盼好像也可以买一件了，给大家穿一下制服好了，大家都穿这个。我今天呢也要来看一下泥汪商店在贩售什么东西哦哦，好棒哦！有没有卖这些音响哎？但我好像买不起，对不对？哦，6000块而已哦。好，这便宜我买了。啊，这个植物也很赞的，思兰买了。这个呢，这个也买了。哎，火鸟，我要送你衣服。来，虽然你一直说很热很热，但我还要送你一个很热的毛衣哦。噔噔，有没有更热了？哦，真的哈，好热。哎呦，不要送我这个。哎呦，火鸟送的衣服那个品味真的是都不是很好哎。哎呦，要给谁穿啊？先放旁边吧。阿盼阿盼，我也要送你衣服。来，这个拿去吧。哦，很适合哦。哈，不是吧？这个岛怎么了？这个岛怎么了？是在流行这个衣服是不是？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啊，我只能相信阿姨了。阿姨应该会送我好看一点的吧？来，这个给你。来，圣诞毛衣哦。真的哦。咦，可爱。真的哦。睡衣。算是跟阿姨同款的睡衣哦。还可以啦，黑色的。那我们可以在家里摆一下音响了。但是我好像没有 CD 哦。好吧，摆心酸的哦。这边我们放个思兰吧。虽然很对不起阿盼跟火鸟，但这个呢，我实在是没办法接受，只要把它卖掉了。多少贴补一些家用啊？才510块，好少。哦，服务处盖好了。嗯哼，耶，变好漂亮了。哦，来了来了，那个一直广播自己的私事的。哈哈。耶，圣诞树都有了。太好了！哇，可惜，就变西施会了。好，好，等一下，我们就来参加吧。太好了，耶！
哇，音乐变了，音乐变了，已经不是那个初始的音乐了。哎，我这样子商店还看得到吧？哦，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。但这个角度呢？哇，只能算勉勉强强哦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终于没有在工作了吗？哦，好啊，太好了，肌肉万岁！耶、yeah ，学到新的表情了。哎，太好了，西施会。好哦。怎么了？好，我马上来找你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说给我听听。嗯哼。嗯哼。桥梁斜坡，哈哈。哦，可以搬家了。拜托我的事是什么呢？嗯哼，哈哈，所以呢，你远大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哦，原来是这件事，我知道哦，我知道、哦，唱 KK 偶像的那个嘛 ，KK 演歌，哈。这个世界还有其他歌手吗？好啊，那要做什么好呢？专案 K， 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太好了，我们又可以来邀新的人了。哦，露营地，赶快赶快，来，我来帮你盖露营地。我迫不及待的希望露营地有新的人进来哦。哦，我马上来找适合露营地的地方吧。根据本岛的经验呢，露营地最好是盖在离自己家很近的地方。这样有访客来呢，我可以很快的就马上走到他那里。所以呢，离我家很近的地方，那可能就是广场前面了。这样来露营的人呢，有事没事有问题就可以直接跑服务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盖在这里吧。博物馆旁边是露营地，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再看一下。哎呀，这块田应该用露营地了，还是我用在这里就好？河边嘛，好，就这里了，就这里了，就把露营地坐在这里啦。哦，这么小啊！这么小的话，那我再稍微往右边移一点。想象一下。好哦，到底谁才会住进来这种地方？耶、yeah ，会是谁住进来呢？真的是太让人期待了。完美搞定啦！赶快施工，赶快施工！太好了，明天就可以启用了，刚好来纪念一下啦。耶、yeah ！太好了！
哦，西施惠，拍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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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超棒的。感言超简短哦。哟哦 ，Yeah， 太值得纪念的一刻了。又到了我们愉快的送礼时间了，嗨阿姨，你们是不是觉得南半球穿毛衣太热了，所以都没有人要穿呢？来，送你这个透仪音响哦，在房间播个音乐嘛，太好了。哦，居然送我壁纸。哎呀盼，我有东西要送你哦。阿盼，音乐好可爱哦。我送你一个地球仪，你没事就可以看一下哦。感觉是小朋友会喜欢的礼物。不是吧，阿盼你怎么会有这个衣服呢？阿盼送的衣服品味也真的是，阿盼，你看，你确定你要送这个给我吗？来聊天吧。衣服全部都太小不能穿，要是变成这样就不好了。所以这件是变成太小不能穿的其中一件吗？所以现在岛上呢，大家觉得阿盼跟火鸟的品味谁比较厉害？终极二择一哦。哎，小桃，今天轮到你值班了。哦，小桃房间有音乐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哇，跟耳光一样。该做什么呢？自然风花园椅，哎，不就是摆在你家外面的那一个？哦，我想，哦，不一样吗？哦，这个是自然风的，所以是有木材的那个。来聊一下吧。哈，我其实比较在意你的积木音响啊。哎呀。积木影响的音质真的就是不一样。耳光啊，柠檬娜他家也都是放这个音乐哦，但就是音质没有那么好。嗨，七七，我也有礼物要给你哦。这个电话。登山连帽上衣，这好像好多了，马上来试穿一下。哦，太好了，七七根本是品味最好的一个。哎，火鸟火鸟，你要不要这个？这个是阿盼给我的细肩带，你要不要穿一下？对，有适合、哦，哎呀，现在七七被我认定是所有岛民中品味最好的一个，其他都不行哦。哦哦。今天的旅游是红色的哦，海盗旅游的声音好像有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哦。
稍微低沉了一点点。哈，没错。哎呀，海盗旅游身上那一套很想要啊。来啦来啦，我帮你找。是说这个账号好像还没好好的下海来捞这些海鲜哦。一群带菜，我刚好呢可以边找手机，边多少的凑一些图鉴。哎，又是群带菜。虽然呢，这个岛呢，我就比较不会在意凑图鉴这件事啊，因为呢，我的本岛已经都凑过一次了，这边还要再凑一次，我觉得心累哦。所以呢，我这一个账号呢，就心力不会放在捕虫啊、抓鱼啊，或者是捞海鲜上面。有了，找到了，哇，跟我的泳衣很配哦。找到了，来。耶、这样可以期待啊，会拿到什么礼物了？我希望可以拿到一些好看的海盗装哦。我找到裙带菜，它是海洋生物哦。好哦。我赶时间了。好哦，麻烦你了。哎，怎么了？火鸟怎么了？不要说想要走哦，我们的生活不是才刚开始吗？怎么了？好无聊，怎么了？哈，哈。哦哦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好，我想玩。哎呀，我马上后悔了，这岛都还没开发哎，这我一定找不到啊。而且我今天化石都还没有挖哎。好吧，给我十分钟好不好？六分钟，天哪，找得到吗？是化石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有了，还好，它没有藏太远了。火鸟找到了，里面会是什么呢？30000块吗？参观椅子。哦，好哦，参观椅子会是什么颜色的呢？应该有高几率是红色的吧？哦，是黑色的，黑色的也不错啦。刚才救了海盗旅游，我才想起来，上一次我也有救一次普通的旅游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呢，他送了我们什么？哈哈哈，好不搭哦，太不搭了，跟我现在的
跟我现在的装扮，我还是先戴着圣诞帽好了。奏鸣曲，我们来买个音乐吧，不然呢有音响没有歌可以放。那现在南半球呢可以买这个地毯，还有这个花冠。虽然呢我现在很想要换这些头发发色啊，可是呢我想要先存到8000点，我先把口袋这个扩充完毕再说。那我们今天呢也要来跟西市会讲话一下，跟他打个招呼。我要商量现在有什么事。改音乐先不用改好了，因为我现在也没想到要放什么音乐。旗帜呢，因为我也还没设计哦。那关于岛上居民，你看西施会的表情好凶哦，有没有让周遭的人感到不愉快？如果有需要就来找我商量，想想办法吧。我跟你讲啊，火鸟啊，他的服装不太好。我跟你说啊，他穿那个细肩带在外面走来走去，我真的是觉得不太好。对，真的，跟他讲一下好不好？提醒一下啦。好哦，好，没什么事了。好哦。哦，火鸟换回原本的衣服了。嗨，火鸟，很热哈，你还是穿这样好了。哦，这么说也是呢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我们来这边拍照嘛，好不好？耶！那下一次呢，应该露营地就会有新的客人住进来了。我还蛮期待会是谁的哦，因为如果是自恋系的话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小润啊、杰克跟福特，希望呢会是这三只的其中一只哦。那会是谁住进来呢？我们就下回分晓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